一名女站务员日前因为阻止旅客在车站内骑脚踏车，遭到对方出手施暴，而对此她也出面表示她的想法。应该要针对这个安全事项来做回应，否则员工一定会认为说，究竟这个安全改革到底是不是高层真的想做的，还是只是一个虚因故事而已。以上。哦，帮我讲一下，就是这个女员工现在就是是不是因为太害怕什么，还是因为压力太大，就是没有想要亲自出来？是，目前这个我们会员的状况，他是因为他在事发第一时间被攻击之后就找我们求助，那隔天之后，其实基本上就被这个民进党的议员就是带着这个老翁来这边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好，就是我要重讲一次吧。对，好，看这台机器就好了，你就看这台机器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有关这个目前这个。